遐你会知为什么叫病毒光泽、广度软骨吗？骨髓光泽炎也称脱血甲外损性嘅光泽炎，甲软骨脱血有很大嘅关系。最容易发生到承受身体重量嘅光泽，比如脚头有光泽、髋光泽、颈椎、腰椎、脚膜等等，以及平方使用嘅光泽，比如手掌嘅光泽。正少嘅光泽之间有软骨起到软骨甲减震嘅作用。日当软骨变到薄薄破损嘅时候，骨甲骨之间就会产生摩擦，光泽空隙就愈来愈恶，迎来软骨嘅光泽液也愈来愈少，导致光泽嘅疼痛、整痛、僵硬，甚至是变轻，从而最终丧失活动嘅能力。今日我会为大家推荐一款独家专利配方，东西精华甲下界创维光泽活素。创维光泽活素包含丝绳矿矿物质甲牛井冬草药，由于其成分独特，对治疗甲预防光泽疼痛效果显著。到2017年八月，获得新加坡专利矿，其中硫酸葡萄糖胺有并保护劳损嘅软骨，减轻光泽疼痛嘅整痛。硫酸软骨素使软骨细胞保护足够嘅水分，以及达到缓冲软骨嘅作用。罗兴加胺蛋白是构成人体骨骼光泽、肌力皮肤等嘅重要成分，有助于保持骨骼嘅韧性。有机硫，英文嘅缩写 MSM。是天然的丁通剂，有助于保护加温的核心。创维光泽活素还吸收了东维的精华，因为东维认为想主骨想生骨髓，所以它包含的牛井冬草药都各有强强的功效，可调动人体自家修复的机制，加其造骨，加其塑骨，其中八极天可强健骨骼，减轻光泽疼痛，促进骨折的发生。营养卡可以辅助成骨的细胞增殖和分化。接骨脉可以缓解光泽的疼痛和跌打损伤。骨髓补可补偿增骨，缓解增骨损伤疼痛。姜黄可缓解风湿疼痛、光泽整痛。麦椎创维光泽活素到新加坡各东西药行更有促销，直逼入家人，超价性比48元。咨询电话6562-5526。如果你觉得本文章对你有帮助，别忘记的点赞、评论、加收藏、转发、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推荐推吧。